你不觉得那个 VCR 里面刚刚的十八头人其实还蛮面熟的吗？真的，我昨天脖子拉到铁打损伤，好像也有遇到这个人。是扣巴扣口那个扣巴扣口的天啊，十八铜人真的怎么会这么有创意啊？这个影片真的对。那其实今天也非常感谢大家不辞辛劳不畏风雨的来参加这么有意义的活动。那相信呢，大家可以感受到演出者呢把善与爱结合在音乐里面传递给大家。那大家心中其实此刻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温暖呢？是哦，真的非常热情，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好不好？节目呢，这个是一个比一个还要精彩哦。没错，本次音乐会呢，为大家安排了一个国乐跨界的组合。什么是国乐跨界？跨界呢，其实它就是融合了西洋乐器跟中国乐器这样子。那中国乐器在我们以往的印象，可能会觉得它局限于可能中国式的曲风这样子。那当它与爵士乐器还有一些西洋乐器结合在一起碰撞出来的火花呢，真的让人家觉得耳目一新诶。没有错，而且听说他们今天带来的曲目也非常的特别哦，真的。他们结合了时尚流行的电影以及当红动漫的配乐，动漫配乐也可以演出，然后重新编曲呢，要呈现给大家。真的，那这么有创意又厉害的组合，我们应该要介绍一下团员吧，对不对？那团员呢，分别是由古筝演奏家是翁林曼，那二胡演奏家是吴昭莹，中国笛演奏家蔡思敏。以及大提琴演奏家蔡涵如跟木箱鼓黄宗信黄宗信，难怪我真的觉得主持人少一位，大家有发现吗？而且我觉得我看你非常的清楚哎，你知道他那个头真的是，我这都是要像真的就是这样移一下，有没有清晰的？有清晰的，超清晰，乌云终于散去了，搞到外面雨也停了。而且我刚刚想说要开那个喷一下开运水之类的东西哦，真的，对啊，绝对是要这样。不过我们还是要就是夸奖一下中信好了，因为其实大家看到他刚才整个台风非常的稳，他其实除了很会主持之外，他其实乐器也非常的在行。是，他除了乐器这样子，那人也蛮帅的啊。帅我真的觉得见仁见智这样子。那些黄爸爸黄妈妈在台下我也不敢放肆，其实黄宗信真的还不错，真的非常的帅气，而且又多才多艺。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很期待他们的表演这样。所以呢，那现在我们来欢迎国乐跨界组合带来的主曲表演，来掌声鼓励。
非常热情洋溢的表演，我们再次给他掌声鼓励鼓励。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短暂的中场休息时间，时间为15分钟。那我们下半场会有更精彩的表演，我们下半场见喽。